现在你看到这个比较 fancy 的机器机种呢，就是二战以后1948年开始，因为大家可能战争结束，大家都比较开心，所以呢就会开始做的机种就是比较 fancy， 特别是那个屁股面对着客户的地方，都会做得特别的漂亮。Thank you.